好的，欢迎点击阿春视频，这里是我们阿春系列爆破解说。那么刚刚炫酷的片头大家也是看到啊，从此以后我们的这个视频呢啊，我们的这个爆破这个系列视频呢将会用这个全新的片头，所以在这里呢啊，在这里一定要感谢一下我们的这个米饭同学为我们做的这个片头。虽然这个片头 50% 是他做， 50% 是我修改的啊，就是他一开始给我做了一个比较长的啊，给我做了个一分多钟的片头啊，我当时一看太久了，大家看了也会看烦，对不对？我就稍微修改了一下，把里边这些速度呀加快了一下，然后也是啊加了一些细节上的一些东西啊。然后现在呢，感觉还是很炫酷的，对不对？哎，好了，那么我们本场呢就来啊看一下这边这个新图。上次这个做鬼魂爆破评测的时候呢，啊我们这个啊就是没有在这个评测里面呢一块做，这边就拿这个雾迷阿春呢给大家一块来看这个新图。这个新图我第一遍玩的时候把自己差点给绕晕了，这个好像不是 CF 里面的图啊，而且呢也好像反正我这图是没有玩过的，我不知道是不是什么逆战啊其他游戏里面抄袭的啊，反正我这个图是没有玩过的，所以说我一开始玩的时候直接哎都不知道哪是哪，就把自己绕晕了。后来打了几局以后呢才渐渐的这个理清思路。好，那么我们扮演的是这个进攻方，刚才上一回合呢啊也是打狙啊，首家打狙打出了一个三杀以后呢啊队友也是比较给力。好，那么可以看到这个我们一开始是打一个打狙，在中间这个啊这个长长的这个走廊啊这个斜坡这边呢，哎跟对面对狙是一个啊不错的一个选择。当然了啊我们是处于这个下风的，如果一定要对的话啊一定要对狙的话可能还是稍微占一些劣势的。当然我这里也是比较水，可以看到连续三枪没有打到人，那第四枪的时候好不错还是打掉一个，但是我跳出来想打掉最后一个的时候发现啊对面是有两个人，然后就把我这个打掉了啊。好的，那我们来到啊这个下一回合，换成这个荣耀 M4。这个图打狙是不错的，但是大部分的这个场景大家可以发现啊，就像我现在走的这条路都是这种很狭窄的道路啊，在这种狭窄的道路如果碰上面的话，你看基本就是扫射啊，就是反应必须要非常快，所以说打狙的话在这种地方是很吃亏的。好了，那么这个哎看到底下两个背对着我的开扫，好直接一个三杀啊，三杀以后再跳回来。这边这个窗口是我觉得还是比较猥琐的一个地方，是吧，从那窗户跳下来他们看不到我。好的，这边发现一个敌人啊，直接打掉了啊，也是这个感觉有人，其实我并没有啊，我并不知道这里有人啊，也没有听到脚步声，我只是感觉有人啊，有这种啊怎么说呢，这节就是这个第六感啊，感觉有人我就稍微留意了一下还真有人。好，那么这边的包呢是在 B 点下了，先撇个闪光过去，队友有两个在这边守着啊。好，听到枪声，这边应该发生了战斗。好的，这边一个直接秒掉五连杀以后呢就是我们自己了，包也是下了，马上要炸了，那我们准备撤。哎发现这时候上来一个，哎没有打掉啊，赶紧换刀，来别跑，让我砍了你，好吧。那这个人头呢我们没有抢到啊，啊也是不错，刚开始呢这个手感还是比较不错的，打到后面大家可能就会发现就比较怂了啊，有几个地方呢本来是可以翻牌的，但是啊有的时候你这么一怂啊，一念之间呢就什么了。好了，我们直接从这边穿过来，有一个家伙比较猖狂，哎直接下坡啊，直接下山来找我们，直接从中路给他带走啊，带走以后呢先卡一下这边那个点，左右边看一下还有没有继续往前冲的。好了，队友上去了呢我们也是推上去。好，对面被清的差不多了啊，然后队友是跑去 A 点下包，我们从桥下跳下来看一下下面有没有人。好，也是没有人的啊，在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中间是可以上去的，所以说感觉这个地形还是有那么一点复杂，其实多玩两遍也就差不多了。好，任务成功，场上来到了4-4啊，4-4打平。好了，这次我们换一个点，我们这次冲一下 B 点看一下啊，这个 B 点就是那个大房间，就是那么一个大屋子嘛，我在那个大家往后看就会发现我在那个大屋子那边连续两次被两面夹击啊，就是左边和后面都有人，直接被包饺子啊，两次被包饺子，大家到后面就会看到也是非常蛋疼。好了，这里我们还是拿狙先看一下，看一下屁股后面这个家里好像死了人，看一下他们会不会这个啊往家里冲，我就在这里等了他们一会儿啊。啊看了看好像他们好像没有要冲的意思啊，好再回头看一眼再确认一下。好，如果屁股后面没有人的话呢我们就去这个拿包了，包是掉在了 A 点那一块啊，我们从这个 B 点上去。啊，一定要格外小心，这边箱子也是比较多，他们可能在这个旮旯里等着你啊。好，跳起来看一下。好，没有人啊，队友上去了。哎，目送他离去。好，那我们从后面，从这个下面跳下去，从这边过去啊，从这边过去。好，小心周围啊，这个地方很容易被偷袭啊。你看这个地方，这个房间都有可能有人的。好了，从这边上来，楼梯上来。哎，我们再逛一逛，看看这个人在。
最后两个人在哪？啊，奇了怪了，真奇了怪了。哎哎，有人在打我，哎，在哪？在哪？在哪？哎，在这儿，我靠，在这儿啊！我当时没有看清啊，当时我只看到了一个子弹，这个刷过去了，我还以为从我后面来的，然后跳下去看一下屁股后面没有人啊，然后原来在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好吧，那我们来到这个下一回合啊，先是守一下家，对面好像是打得比较凶，一直往前冲啊。哎，看没有，一直往前冲，哎呀哎呀哎呀，差点水了，哎，这是个拿狙的，这是拿狙的，我们先不要追他啊，不要追了，他已经闪回去了。好，这边又过来一个正在换子弹啊，赶紧把他扫掉，扫了以后呢，哎呦，上面扔了个闪光，哎呀，我就在闪光中不明不白的死掉了。他们是冲家直接从这个啊老窝里倒过去了啊，然后我想过去把那个拿狙的搞掉，被闪了以后呢，哎，就在这个混乱当中呢失去了生命。好，那看到队友们好像这次要集体打 B 点了，那我们下来以后呢，可以从这个中间这个中路可以从这里穿上去的，从这边这个楼梯这穿上去。好了，这边死了个队友，看一下啊，在这里，好的，直接把它扫掉。好，这个一个封闭的房间，但是这边这个井口呢，从这个井可以直接跳下来的。弹出来看一下，嗯，好的，包是下在我头顶，那我觉得我没有必要上去了，上面的队友还是很多的，我们在这底下守一下啊，就在这地方看一下这个从那个 A 点那边会不会来人啊，在这看一下。好，也是听下脚步声啊，好像没有人啊，下来个队友，你看这个队友奇卡无比，看没有，哎，都瞬移了啊，瞬移了，卡成这个样了啊。好了，回头看一下家里有没有来人啊，好的，是个队友啊，没有人。好，跳下来一个敌人啊，开扫，哎，开扫，哎，什么情况，哎，好 nice， 最后一颗子弹把他这个扫了个爆头啊，这时候看到最后一个一人跑出来啊，上刀，好吧，时间到了啊。好了，然后我们这边直接剪掉，下一回合就是我直接冲家然后被秒掉的，我这里就不再这个放了。就说其实打这个爆破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不要太莽撞，你要是冲家的话白白送人头啊，一定要看清场上的形势，看看场上是啊是对我方有利还是对敌方有利，然后根据场上的形势呢选择一种不同的打法啊。你看这个闪光弹扔的，这谁扔的，给我站出来，熊孩子啊，这应该是队友扔的。好了，然后我们把 B 点占领了，可惜呢这个包是掉在了后面啊，掉在了 A 点。好了，这边从屁股后面过来一个敌人，让我们扫掉。扫掉以后呢，继续看一下屁股后面啊，我觉得后面应该是还有人的，我就在这里继续蹲了一下。好，闪出来看一下，没有人啊，没有人。等一会儿，我感觉后面有人啊，感觉后面有人。我一直很相信我的感觉，打爆破其实有的时候就是看一种感觉。好了，那么下面好像发生了交火，我们下来搂一眼啊，搂一眼啊，哎哎，哎呦呦，吓我一跳啊，队友，我把这个队友的这个名字给关了，大家看到头顶上呢，他们不显示名字。好，那最后一个人在哪呢？我们找一下。好了，包是掉在了这个啊，掉在了这一块。好，包就在前方了，小心一点啊，这个地方可能会有人。好，开始进步。哎呀，这又是谁扔的闪光？我的天，这队友扔的吗？这应该是队友扔的啊，坑死我了。好了，这时候拆了包以后，拿了包以后，发现时间不多了，而且最后一个敌人他不知道躲在哪里，我觉得没有必要这个再去追他了啊，赶紧赶回去下包。好了，最后时间还有这不到十秒了，赶紧看下包还来得及吗？我们现在是没有这个工具铲啊，没有这个工具，这个工具钱。好 nice 啊，在最后一秒钟下了包，非常不错。然后下了包以后呢，赶紧找个地方守一下啊，就是在最后一秒下的包，好险啊，好险。好的，那如果刚才我其实选择这个继续追敌人的话呢，也不一定追到他，而且时间不多了，所以说我这个拿包赶紧过来下包也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在最后一秒下了包。好了，我们来回头看一下最后一个敌人会在哪里啊，哎，他在这边跳下来了。好的，下意识的呢啊一阵泼啊，直接给他泼了爆头。好，这边直接这个场上来到了这是多少看不到，这个我们这边的画面呢有点小，我看不到场上的比分啊，大家自己看一下啊。这边也是打到了中间啊，这个上半场差不多也结束了，然后队友们都是往这个 B 点冲了。我们看一下这边中路吧，我感觉他们好像打得比较凶，我觉得他们会从中间下来的，然而并没有啊。好，这边一个队友在拿狙守家啊，好的，家里这个好像来了很多人啊。啊，我们来守一下家，回头看一下，他们应该会追着我们打。好的，哎，我让你追着我们打。好了，后面还有一个啊 ，nice， 被这边后面这个拿狙的打掉。啊，不是拿狙的啊，是一个队友躲在下面这个电线杆子底下啊，那个墙柱子底下，他这个位置也是够阴的。好，对面只剩最后一个敌人了。拿包的是在 B 点，那我们直接跟随大部队去 B 点看一下。好，队友应该是正在下包。哎，这时候听到枪声，什么情况？在哪？在哪？哎，好了，他在那个蓝箱子后面啊，这个时候换一下子弹，也确定他的位置了。好，直接开炮，哎哎，还想跑。好的，队友是追着他拿手枪把他打爆啊，不错啊，场上又获得一分。
好，这次我们拿包啊，我们拿包的话呢，我就这个不停的发无线电 A 赛 A 点集合，可惜的是没有一个人跟着我啊，我也是醉了啊，大家看小地图，没有一个人跟着我啊，后面有两个队友是刚从家里出来，好了，从这里跳下去看一下这个有没有人，哎，这里有一个，哎，什么情况，我靠，水到没朋友，当时也是在这里，我这个都想把这个鼠标摔了，就是当时压枪的时候忽然就是他这个正好也是蹲下，我这边一开扫，这个枪没有压好，然后这个子弹呢全都在他这个头顶呼啸而过啊，这水的真是可以了。好吧，那我们直接来看到这边的这个然后现在我们还是稍微的领先一点点的啊。好，这边我拿包，队友是一个是在中路被干掉了，我赶紧下来支援一下。好的啊，先不要跟他这个急着打，等一下他肯定会追上来啊，等一下，他现在是在这个地势是偏下的。好的，从老窝后面过来一个敌人被我们打掉，在这方蹲一下啊，就是我们两个人了。好，下面又来一个，哎，好，开扫 ，nice 四连杀。好，上面的队友也是带走一个啊。现在场上是2-2，感觉这个形势有点严峻啊，有点被包饺子的感觉。大家可以看到，好，这边这个队友被带走了啊，我们只剩最后一个人了啊。下面有个人看到他了啊，哎，好 ，nice 五杀。这个时候回头看最后一个人，他来了，哎呀，我去，差一点啊，差一点就完成了这个灭队翻盘，非常可惜啊，非常可惜，也是自己没血了。他打的也是比较准啊，闪出来，我寻思已经没血了，我直接开扫扫过去吧。结果这个他在这个，哎，我打掉他之前呢，把我打啊，非常可惜啊，这个非常好了。我们来到了这个11啊，9-11，8-11是吧？好了，底下一个倒霉鬼，直接从这个上面一个爆头，换一下子弹，看一下 A 点，他们貌似又给放空了。发现这群人不守 A 点啊，哎，但是呢，这个拿包的队友貌似在 B 点掉了包，哎呀，还得回头捡，好烦呐啊，好烦呐。好，开始进步，看一下周围有没有敌人，听下脚步声。啊，周围很安静啊，这些人应该是在老窝里吧。好 ,nice, 发现两个敌人啊，直接哎有点水哦啊，只带走了一个，两个人的屁股对着我，可是我竟然只带走了一个。好的，这边中路一个队友是拿这个狙闪出去了啊。好，他在下面啊，开扫，我们现在是2-1，形势非常有利啊，因为那个拿狙的队友也是在上面吸引他的火力。啊，我在这边开扫过去，他在这个心理上肯定会有压力了，他这个准度也会下降，这种一般就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好的，我们这边是12分，胜利在望。来继续冲 B 点啊，从中路跳下去。好，中间好像有人哦。来刚一下枪啊，刚一下。好，等一会儿啊。好，中路应该是有一个的啊，他缩回去了，哎，像一个乌龟一样的缩回去了，胆小，你看不敢冲一波吗？哎，冲一波的话他就死了，我们那边埋伏了很多人。好了，继续来这个，哎，后面有人，哎呦呦呦，完了，我现在感觉这个情况有点不大妙，貌似又要被包饺子了吧？哎，貌似又要被包饺子了，你看又被这个堵到这个大厅里来了。好，现在左边有人，右边也有人，怎么办呢？先看一下队友吧，啊，队友是到右面去了。哎呀我的天哪啊，又剩下我一个人啊，哎呀，现在你看我现在已经不知道打哪里了，因为前后夹击都是人，这个时候特别纠结啊，我不知道打哪里的人啊，这时候我决定打一下这边的。哎呀我去，刚准备冲 B 点就被屁股后面人带走了，这没什么办法，这个两边都有人的话你只能认准一个地方冲，然后我刚准备往这个 B 点冲呢，然后屁股后面就来人了啊，没有办法。好，那我们这个失去、啊、这个丢了一分以后呢，不要紧，这个优势还是很明显的。拿包的是往 A 点跑了，我们先守一下家，看一下这个有没有往前啊，有没有往这冲的啊？这谁扔了个闪光？你给我站出来啊！哎，保证不打死你啊！中路有一个队友在跟他刚狙啊，我们这边来看能不能抢个人头啊？有点远啊，距离有点远。好、啊，对面哎 ，nice 啊，这个人头捡的是吧？啊，这个人头捡的。好，宝石下在了 B 点是吧？啊，宝石下在了 A 点。好了，那我。好像只有一个敌人，我觉得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我直接就这个换上手枪往这个 B 点赶，往这个 A 点赶。好 ,nice, 这边这个队友呢收掉了最后一个人头。好，然后来到了13啊，我们现在13分，再还有两分呢我们就能大获全胜了。好，继续来走下 A 点嘛，感觉这个 A 点比 B 点好打一些，因为 A 点这边这个空间都是，你看这条路的空间都是比较狭窄的，所以说一遇到敌人直接下意识的开扫就好了。好了，看到一个敌人过去了，哎，这里怎么有一个，我靠，哎，赶紧穿一下啊，
哎，这边也来人了啊，好的啊，替队友报了个仇，这边还有一个人啊，我们等一下他啊，等一下他，不要急，这边确定有个人，如果你现在跳出去的话肯定就会被埋伏了嘛，等一会儿看他会不会来主动来找我们。好，他来了，他来了，哎，不去，别，哎呦我的天啊，哎呀哎呀，这个荣耀的穿透性有这么差吗？竟然没有穿死啊，竟然没有穿死。好吧，我们先到这边来躲一躲，了上面应该是有人的啊，上面好像下扔下了一个手雷，上面应该有人的，等一下好看他下会不会下来找我。好，没有下来找我啊，看一下屁股后面没有人。好，我们上去找他啊，我们上去找他。好，他来了，哎呀，哎，好吧，这个我开着镜步啊，应该没有暴露脚步，他应该是就是过来瞄一眼，正好看到我们了。好吧，这个地形有的时候地形这个优势确实很明显，如果你站在高处你会发现打低处的很容易打，而且更容易爆头。如果你处于这个地势比较低的，你这样打高处的心理上会有那么一点负担，然后就是反正就是不大好打啊，这个地形还是很有这个啊，很有这个决定性因素的。好了，那我们这个还是先看一下中路，中路貌似有人呢啊，有人吗？没有人啊，没有人。好，没有人，我们去看一下这个 B 点拿包的是在哪？哎呀，被打掉了是吧？好，看到中路有个人啊，这个好，扫掉一个，哎，下边还有一个，哎，别跑啊你！啊，打掉。哎呀，这个时候只有一个队友了啊，还有我们自己。那就不要急了，把节奏放慢一点，看一看他们会不会追上来。追上来的话，就咱们就收两个人头是吧？但也不亏啊。好，队友过去拿包了，好像是。好，非常不错，队友都来了，我们也不要怂了啊，也是掩护一下队友，跟队友一块儿这个行动。好，队友拿起了包，他是打算上哪呢？啊，好，他是我们一块打算冲 B 点。OK，Let's go， 啊 ，Let's go。好，看下屁股后面没有人啊，没有人。好，好，队友过去下包了，来给他打一下掩护啊，看一下周围。好，我们躲在这个箱子后面。好 ，nice， 下包了啊。哎呦，谁扔的闪光？哎，这谁扔的闪光？好 ，nice， 这个扔闪光的被队友直接给干掉啊。好，应该是来人了啊！啊，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这个队友撇出个手雷，然后呢，刚撇出手雷就被打掉了，然后他的手雷呢，把那哥们炸掉了，笑尿了。好了，那么最后呢，也是我一个手枪啊，结束战斗。所以本期视频就给大家带到这里，感谢大家观看。